今天我就是专门来狙击你的。好，今天是我们的拳击之旅啊，因为经常在视频上刷到这个小北格斗和这个尹帅老师经常在杭州当地进行这个向路人发起随机的拳击挑战，然后这一次呢，我正好在杭州演出完了，所以我就说一起去切磋一下，去蹲一蹲他们的拍摄。结果呢，在录制素材的过程中，所有的视频都忘记录声音了，所以我们直接看蹲到他之后是什么样吧。接触拳击实战，我之前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现。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拳击挑战。能不能接受我的接触拳击挑战？其实我看过很多集，是吧？今天我就是专门来狙击你的。这样这么吓人的？狙击你，没错。你在蹲我的是吧？对，蹲了你好久，一直等你。那我怕我到时候失手啊。但是我还是点到为止，对吧？一分钟，还是1分钟。进步很大呀，你这谬赞谬赞，因为真的特别喜欢，我觉得我也希望说这一次来狙击咱们的李帅帅哥，也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的中国拳击中国格斗一直在发展和进步，所以也特意来狙击了这一期，拍了这期视频。谢谢你谢谢你，以后有时间跟你玩桌上。可以的可以的，咱们到时候交流起来。可以可以。 Later